是中国人，住在上海。早饭六吃小笼包，一天六也好会破解见面。他们一起吃完饭，六很累就睡觉了。破解送给六一个礼物，六把破解的花瓶打碎了。六在外面跟破解打招呼，周末六上了火车出门了。早上好，你好，晚上好，晚安。谢谢，不客气，对不起，拜拜，再见。